诉我。你就不能光明正大的走吗？不行，你又不是不知道花间阁有多能传流言蜚语。要是看到我跟你一起上宫，那指不定传出什么幺蛾子呢。你快点走吧，我跟在你后面。快走！你先走。 跟你们说，昨天晚上特别刺激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我跟应荣亲眼看见的。李银月跟岛主有事儿。你仔细说说，你昨天晚上看见什么了呀？你嘴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嘘，快过来！他们大半夜在厨房里啊。也不会吧？岛主不是都成亲了吗？ 怎么还和李云月勾搭在一起啦？这怎么勾搭上的呀？我是不知道，反正啊，这个李云月可真不是个省油的灯。估计他岛主只是见别人的关系，有的是夫人了啊！可怜的岛主刚过门的夫人了，就是。你说这岛主怎么想的呀？放着家里好好的夫人不行？就是啊，谁都喜欢他。李云月真是见一个勾搭一个，怎么这样啊？就是。这个拿给我一下。 就是摆盘啊，一定要注意了，别摆错了。哎呦，岛主，嘿嘿嘿嘿，哎呀，岛主，您怎么来了？这个后厨啊，在我的管理之下，一切井然有序。不知道岛主您有什么吩咐呢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来看看。啊，看看。你认真的样子。 淮南，你离我远点！偏不，你在这儿，别人又要说我们闲话了。我乐意，他们传我们的闲话，那也总比传你跟杜若的好。我帮你。哎呀，今日这件事情你怎么看？杜上司为苏管事出头，看来是移情别恋了，不喜欢那个李云月了。 对，而且你看，这岛主和李云月是越走越近，他们俩肯定有问题。窦管事，您打算？这个李云月，我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。哎呀，我听说岛主夫人也不是个好惹的主，岛主对她是宠爱有加呀。哎，这样啊，你对李云月也别松弛。 我找机会向岛主夫人通风报信。我们要是把岛主夫人拉拢了，哎呀，那我不也算有个靠山吗？那我在花间阁还不横着走？高，实在是高。哎，过来过来。好，我这就安排人去办。 今天就一张。是不是抓鱼？抓鱼！这么大的浪，我要去哪里抓鱼啊？啊！ 好大的鱼啊！不要跑！啊，夫君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次我们又是偶遇吗？不是，我听说窦管事让你抓鱼，我是来接你回去的。不行，我刚刚才抓了一条鱼，没法回去交差。这个窦管事，居然让厨娘来干这个。没关系。 就当是我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啦。啊，对了，给你。夫君，我们都成婚了，你还给我写情书呢？我还从未收到过情书呢。看看，岛主夫人，不是你写给我的。近日，岛主与厨娘李云月，我啊，走动颇密，我已帮您时刻盯着。若您需要，我必效犬马之劳，为您扫除障碍。花间阁的豆官是？哦。 我说这个豆管事最近怎么老是盯着我，针对我呢？原来他是想借机向我，用我来讨好我。他居然向我夫人告我夫人的状，这事儿听上去还真挺有趣。你还笑？好了，既然你人都来了，帮我一起捞鱼吧，我抓不完啊。不行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们得回去了。 啊，不是，不行，夫君，我鱼没捞完，回去会按说的，你就给我去了。行，我们得回家了。求你了，行吗？你帮我一起去了。哎，走了啊！你看，好多鱼啊！这下可以交差了。夫君，你还记不记得，这才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啊？